吃饱饱，吃饱饱，吃饱饱，要搭4个小时的火车。嗯，他原本说要让我搭飞机过去，怎么算？那些到底是什么人？就是一个拍摄团队。啊，你是去那边干嘛？我是去拍他们在拍耶。其实也是就乱拍的，对，算是幕后的嘛，就是开心乱拍，就是分享他们在干什么这样子。哦，坐飞机记录这样子。那你怎么不坐飞机？因为想，因为坐飞机要好像早上5点嘛。就早上5点才有飞机，其他时间没有。我也忘记了，反正就是最后选择搭火车。啊，那你回来不会搭飞机啊？回来是晚上9点，好像也没有飞机吧？就是也没有火车，也没有飞机。晚上9点？晚上9点啊？那、啊、你不是要赶礼拜二要到松山、啊？所以是礼拜二当天坐高铁回台北，所以才妈妈才会这么比较紧凑时间安排，她才在那里想。高铁，就当天早上坐高铁回台北啊。你们要从屏东，然后到赶到高雄，就坐火车到高雄，然后再坐高铁。啊，对啊，酷呗。